朋友们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中心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欧洲太极文化中心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太极、中医、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我们邀请了世界顶级的太极拳家、中医学家和国学专家做公益讲座系列课程。我是今天论坛的主持人董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再次邀请到于家健老师给我们传授于氏康复功法系列讲座的第三讲肩部康复功法。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于老师。于家健老师是杏林于家第十三代传人，现任比利时中医协会会员、比利时西人针灸协会会员、英国中医协会会员，创建了英国太极健康中心、欧洲医业集团、欧洲太极气功学院、欧洲太极文化中心论坛等。非常感谢于老师抽出百忙的时间给我们进行公益讲座。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肩部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肩部疾病要属肩周炎，我们也管它叫五十肩，发病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因此而得名。女性的发病率会高于男性。另外，冈上肌腱炎以及冈上肌腱的钙化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肩部疾病。这些疾病如果没有尽早的发现与治疗，都有可能严重的影响到肩关节的功能活动，并且有广泛的压痛，也有可能向颈部以及肘部放射，还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三角肌的萎缩等等。所以即使大家没有感到肩部有疼痛感，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每天做一做肩颈部的练习，来起到预防的作用。虽然本期的论坛的题目为肩部的康复功法，但是因为人体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在锻炼肩部的时候也会锻炼到颈部、肘部以及手指。我们今天的论坛主要还是请于老师为我们讲解并且带领我们一起练习于氏的康复功法。于老师很注重课程的实操性，我们就把摄像头都打开，跟着于老师一起做练习，然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练功的体会。那么下面我们来有请于老师。谢谢啊，谢谢朋友们，谢谢主持人，谢谢今天参与的各位老师。中国有句古语叫为初正月就是年，今天是大年初九，本来原计划呢初一上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功法，后来呢因为国外的工作非常繁忙，大家伙这时间呢都没对上，春节的时候国外的工作都不休息，所以说这时间就是说到今天初九也好，也是非常吉祥的日子。下面呢我代表国分禅修班的全体成员，向在座的各位老师、电脑手机前的各位前辈、各位同道给大家拜年了，大家过年好。好，上一期呢讲的是颈部运动，今天呢因为这时间太长，上期讲了一部分，今天呢讲的第二部分是肩部运动。最早呢这颈肩康复功法呢是给，因为疫情期间大家伙都封控嘛，在屋里待着2年多，所以说也不户外锻炼，人们颈椎啊、肩周炎呢，在家看电脑、透骨机啊，都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病人呢，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练功的时候呢，都说百日主技能，连续练100天呢，就成功夫了。那我们在家里头，这个天天扣手机、玩电脑，脖子呀、颈肩呐，你不管你是躺着、你是趴着、你是坐着，都是非常不是正常的姿势，所以说会造成了紧张啊、错位啊，很多后遗症的问题都会出现。这个功法呢，原本是给颈肩、五十肩呢、肩周炎呢、颈椎病啊，给这些个朋友们准备的。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现在叫长新冠，长新冠里头第二大发病的，就是脑瘤。上期我们的导师唐福南教授讲的脑瘤颈非常详细，分出了具体的方法，是脑空的，是头果的，就是说湿气重的，还是肺气不足的产生的脑瘤，还是因为这个体虚产生的脑瘤，或者心气不足产生的脑瘤，具体的分析非常多。所以说
在这个练习这个功法当中呢，就很多病人反映这脑部的现象有所改善，包括记忆力什么都比以前好了。哇，那感情这是新的发现，想当初这个没给这个准备。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因为现在这个新冠这个病呢，大家伙也接受了，所以说全民免疫，无论是谁，你要呼吸空气就有可能得到这个病，得了以后呢也没什么惧怕的，后期呢治疗就可以。所以说这个病呢对治疗脑部有特殊好的效果。上期讲的是颈部运动，颈部运动呢上来开始顶的是百会，完了之后开的是松鼠，开完松鼠了拔颈椎，就是这个拔完颈椎了又是这个肌肉的这个拉伸，完了之后又是抻筋拔骨，最后呢是自我按摩，这是颈部运动。下面呢咱就接着讲咱的肩部运动。并肩是一体，你颈要运动了，肩一定要运动，肩部运动了顺带着带动肩部运动。你练拳的都知道腰胯用力，做腰做胯，用腰胯，你弹到腰的时候胯，弹到胯的时候腰，这俩几乎是一个位置，颈肩也是一样。现在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这种肩部的运动方法，好吧？那我把这个说了，好，这个位置可以啊，看上半身吧，动脉没问题啊。好，上一次介绍的呢就是到了这个自我按摩的最后一个动作，叫合的掌，这是挤我们颈椎的这个按摩方法。这个动作呢接这个动作是继续的啊，这两个颈肩运动是一样的。现在呢就是说往里头合，做完了颈部运动按摩了，这俩肘往里合啊，往里合，往外开的时候呢微微用一下力，有一个张力，合松有一个张，也就是说张弛有度，有松有紧，松紧这运动的原理就会促使我们血管增加血管的量，所以说这么一来呢气血会活跃啊。这个呢就做八次为一个节拍吧，八次为一组，做四组啊，做四组就可以了啊。就是现在好，我说这个开始吧，先是加一，开一下，二三四五六七八，就那么一组一组这么做就行，好吧？我带着大伙做一下，现在开始合啊，开始啊，好，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呢因为时间关系的来就做两组，做两组会了，咱下一次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再加两组就可以了啊。这是这个往这叫前往前开肩运动啊，这叫前开肩。下面呢这不是两个开完了之后吗，把两个空拳转起来 ，OK， 转出空拳来啊，转出空拳来。下边呢是上下拉肩运动，我往后退一下，因为这个呢脚不是配合的，坐着也是可以的啊。往上伸的时候呢，是脚尖立起来，把脚后跟抬起来，脚尖着地。往下用力拉的时候呢，跺一下足跟，配合一下，等于一伸，开则举开，一合，合则举合。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就这一个动作，现在看得见脚不？都没看得见脚不？现在 ，OK， 好，现在看着啊，这个刚才不说吗？合完之后，这两个手转空拳，跟两个跟耳边盘，跟耳朵一起就行啊，就转这两边，就往上伸就行，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这个呢，咱做两组，也要求是四组啊。抻拉这个也是四组。好，这个抻拉完了以后呢，这是第二组，刚才是前推肩，这是上下拉肩，下面是左右的啊。现在这个动作别动，把两个肘抬起来与肩平。啊，好，下面是不是用两个肘往外，用两个肘的力量往外开，一个用肘，第一、第二下伸开以后。双掌心冲上，再开胸，好，就这个动作连续做就可以啊。好，从这开始啊，平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在这做两组啊，就是咱就不强调了。在家做的时候呢，根据您的体力，根据您的年龄，可以适当的加一组、两组、三组都可以。今天你给大伙做示范，时间就太长了啊。这个左右开完了之后，这不开开了吗？这个动作哪个动作哪个动作都是接着的啊。下面转掌，掌心朝下，掌心朝后。OK， 把它两手合，合到命门的后处，你腰的最低的这个地方啊，腰的三节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两个手合上，合到一块儿，看得见吧？听得见说话明白？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Okay. 我们把这个，我把你现在呢，等于是这个呢叫后开肩，后开肩的动作呢，主要是挤压大椎，这个到七节颈椎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的肺腧三节、五膈五节、心腧七节，这个夹底，这个夹底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从一节七节到我们这个肩胛骨的上端，主要是刺激这几个连骨骼在肌肉在穴位啊，这个是往后夹，是这个动作啊，也是做四组，来介绍一下，看看，这不平着这儿了吗？开始，一使劲的用力，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个动作呢是后推肩，也就是说。先是前开肩，第二就是上下，就是前后开肩，上下拉肩，左右开肩，这个六个方位就是说把肩部全部开开。运动完了，肌肉骨骼运动完了以后，下面动作呢叫开肩颈。今天咱就不强调这肩颈了啊，以前咱那个网上都有讲过这个三线垂直肩颈的利用权是两条垂直线。按道教养生学说呢是。涌泉是跟地气相接的，肩颈呢是跟天气、跟宇宙、跟天气跟这个相交接的，也就是说从这儿吸收能量的。道教养生学说这个叫开肩颈啊，就是也是做四组啊，就是俩手呢按住肩颈这个位置，就用这个肩来画就行，把这肘呢先往前啊，再往后画到最大的圆啊，就这么画就可以，好吧？啊，开始，现在开始，要给大家做个示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向后，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反，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做速度可以多做啊。我们现在跟大家伙讲这个速度是配合呼吸的速度，是为了中老年人恢复体能治病的速度。也叫有氧运动。如果年轻人呢，
身体棒呢，可以速度加快一点也没关系，就是锻炼的方式也可以，加上配合呼吸呢，就叫有氧运动，好吧？开肩完了之后呢，下面还有两个动作，一个叫龙形手，整体的转，一个是龙形手，这是形意拳的龙形手，用腰吹上身边两个肾，这个腰的立柱，这个脊柱不变啊，立圆这个垂直线不变，用这个腰来回转啊，这个手呢转空拳。先从这边是右边吧，从右往左画一，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二，啊，很简单，整体的三、四，做完八组完了，反方向回来的是太极云手的动作啊。这个不是太极拳，太极云手的动作，这不能叫太极拳。太极拳的，多一两句啊，太极拳打起来是粘连连随，就说这个手跟对方的手完完全全。是粘着的，是被动的，这样是太极的理论。你要是自己那么穿，这就叫运动，这叫你手，这不能叫太极拳啊。这俩动作就是我们做这肩的动作，去的时候是龙形手，回来的时候是离手的动作啊，也可以做八步。我现在带大家伙儿来一下最后一回啊。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毕。回来的云手，一，手伸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回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个呢，两个动作呢，根据自己年龄大小。也就是说，上年纪人转的幅度可以小一些，年轻人腰活动的，也就是说可以转到180啊，这个银手可以转到180，也可以转到这个角四十五度，这个角四十五度也可以啊，90度也可以，这个斜角出来也是可以的啊，平行也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度数自己掌握，没什么太大的要求，根据自己年龄。自己年龄而定，活动量大小都可以啊。这个呢是手部运动，当你运动完了以后，这个手部都转起来了，肾气也提起来了。刚才说这几个肩部运动以后，天上的运动不是见了，这阳气生发，后面一挤这夹脊，阳气生发，这一转腰，胸椎就热了，胸椎热了以后呢，脚也热了，手也热了，这阵呢开始练手啊，因为这个手指头。现在就是说长期电脑啊，就是上年纪人的手指不灵活呀，像什么麻木啊，算的都非常好啊。手的运动呢，第一个运动呢，刚才练了这个龙形跟云手完了之后，下面开始手的运动了啊。这手呢，十个指肚相接啊，十个手肚相接，也就是说十个十宣穴呀、啊，这是奇穴，十宣穴，宣穴干嘛呢？它还不是井穴。井穴是在指甲旁边这个井穴，这个十宣穴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中医现在上面书上也没有写，上课也不教了。在传统教针灸的时候，第一个先教运针，像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头爸爸教，先教第一针扎，防止运针的。这一针扎完了以后，保证病人不运针，你再去扎，这是第一针穴的。第二个就说这急救穴。这个中指就可以啊，中指因为它是心包经的穴道，这个地方呢，如果人有昏厥了、昏迷的、心悸了，不管它是什么，这阵不省人事了，你没法，你得急救啊，把这个地方找个针呢，什么锐器、锐利的器械把它划破了，给它挤出两滴血来就 OK 了，啊，这血一出来，人立马就缓醒过来，缓醒以后再到医院再治疗以后的事儿，这个十宣穴。神经末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这个也是按八下的一组，这是四组啊，
等于是用力推的时候是用力是呼气啊，要配合呼吸的话，回来的时候是吸气，好吧？一是吐气，一，好，二，看着，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就做两组示范啊，做四组几组东西。这个在家里看电视，老年人就没事这么坐着，光这么伸着，这十个手指头都知道。我们三阴三阳，我们这手指头上面有肺经啊，这个大肠经啊，心包啊，三焦啊，心小肠都在手上。你这么锻炼，同样也是刺激到我们里头的这个内脏，帮助它就是等于是现在说就是按摩呀，懂吗？下面这个呢，对挤这个十捐穴挤完了呢，下面是这个八邪穴的对搓，你知道吗？就用这个手的这个土，这个分起来的这个地方啊，食指分起来这个地方对击就行了。也是一下八下，等于是按这书往哪说就行，看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做几组啊？这种八邪穴，这个穴位呢，应该书上也有讲，我们扎针的常用，是身上我们叫风湿寒邪外来入侵体内，是邪气，不是光是手啊，像指关节炎了、类风湿关节炎了、手指关节炎了，不光是手。脚趾的痛风是骨关节病，招了风寒，招了风湿，有邪气的这几个穴都可以治。也就是说，这个是除周身的邪气，风邪的邪啊。这个是对搓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是对击。对击穴是什么呢？用这边的后溪穴，这个手的下部的后溪穴，敲打这边的劳宫穴啊。这个对击的效果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的小的时候，我12岁那年给师傅过生日，现在来了一个师叔，给师傅过生日，完了之后他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伤寒大家。结果小的时候，他给我当病人，有一个病人拿门板推来的，正是赶上这个天津地震嘛，地震完了7月28号地震，10月份的时候，师傅10月份过生日，看见是10月份生日，每年他们老哥俩一起过。完了之后呢，看见有一个病人拿门板搭来的，他就给我讲说：“你看看，小子，你看看这扎针，你扎一针，给我扎过一针，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一针从这儿进去的啊，后溪穴进，用7/5的针过劳宫，扎到合谷，这一针过仨穴，这一针专门通我们腰椎的气的，腰不能动了。”按中医讲，这叫气断了，气血瘀滞了。这一针扎完了，效果我亲眼看见的。从那以后，真的这个针灸永远磨灭不了。病人是搭着来的，扎完之后就让他自己转20-30分钟，拔下针来自己走回家了。这是我亲自看见的，所以说我记忆特别犹新。现在在这边很少，没有那么重病人，这针扎完痛，他针大呀。所以说我们用这敲击的方法呢，就来活跃我们的腰部，活跃我们的气息，好吧？这么敲啊，用这个用先用右手敲左手啊，右手的这个后溪穴敲左手的劳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手，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没用力，这里头都是胀的。你扎针得气，酸胀感，这一敲就酸着感，跟纸一样了。
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这个敲完了，这劳工呢，第二段是刀刃卡颌骨啊，刚才说是脑子好，敲完这个后期敲的是颌骨，颌骨敲完了，下边是劳宫穴，劳宫穴对击啊。这个对击呢，就是我们鼓掌的那个动作。那我们鼓掌是为什么？都知道，我们高兴了，我们兴奋了，哎呀，心主喜呀、啊。人一高兴了，心脏一高兴了，一定刺激心包，这个地方是这个心包穴的主穴，等于是它会发痒。一高兴是鼓掌，也就是说，当你高兴是鼓掌，是刺激，是往外高兴的释放。当你刺激劳宫穴了，你心脏的机能也就增加啊。这个动作呢，以前给定为叫长寿的动作，就是鼓掌啊，带大家练啊，就是也是八下一组啊，看到。OK， 这个劳宫穴呢，现在对击呀、啊，劳宫对击穴的鼓掌完了以后呢，要敲打我们这掌根啊。敲打我们这个掌根呢，这里头的像什么大陵啊，像什么太渊啊，神门呢、啊、那都是我们这些很重要的穴道啊，要这个敲打这掌根，俩手呢不软掌了吗，这个动作都是连带的，食指相插啊，完之后撞这掌根，二三四五六七啊，二三四五六七三五三四五六七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这个掌根敲打完之后，换手用右手拍打左手的这个从外面阳脉阳经手背啊，手背开始敲，一直往上敲，敲到手腕子可以敲八下，上面外观可以敲八下，往这往外一步往上走到曲池可以敲八下，再往上走到肩鱼了也可以敲八下，完了再往上走到这个肩腿了也可以敲八下，完了敲颈椎啊，记住这个顺序啊。回来的时候先敲打这个云门中府，这是肺部的穴道啊，敲打云门中府，完了之后起来敲打腋下的极泉穴。这个云门中府现在是心肺提高心肺功能的啊，这个极泉穴跟大家讲一下，非常的重要，平常没事多玩就行。所有据我们现在自己这个经验，所有的更年期的女同志，所有心脏病的，包括心脏大条，包括有心脏问题的，呼吸急促啊，心脏的问题的，这个地方里头都有一个我们叫结节，一个痰湿的结节，有一个肉疙瘩，这里头是有血有肉有油还有积液，这是一个疙瘩啊，有的叫腹乳，男同志就不能，就是被里边这个疙瘩敲完了之后，所有当我们治疗到更年期扎针以后调好了，或者心脏病调好了，我们这病人很多啊，调好以后你再摸它的地方就没了啊，这里头是压迫里的这个极泉是心脏的一个大穴道，所以说为什么要出汗呢？这出汗，汗为心之液呀，你心脏虚了，那个汗就出来了。当你肺气再虚的时候，那你汗就毛孔眼锁不住汗液，它就流出来了，潮热盗汗就是心肺，都是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多敲几下啊，敲八下，敲四五，完之后用手去抓这个啊，把它抓，让它活跃起来啊，痰湿瘀阻，越活跃它好，代谢它走啊，左右一样，从阳经上来，有阴经下来啊，这是一组。下面呢，我给大家啊示范一下，跟大家来拍一下啊，好，现在用这个右手拍左手的手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手腕，四、五、六、七、八，外观，四、五、六、七、八，上走，走到曲池啊，走到曲池，到曲池敲八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上走，
走啊，走到煎鱼这儿，煎鸡脚这儿是一个的，煎鱼策划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上走敲肩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跑颈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回来敲这个云门中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把胳膊扬起来，跳极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抓。啊，抓这鸽子，抓这弹翅的鱼组，就那么抓啊，就那么抓，帮助它活跃就行了，抓几组就行了啊，随便啊。完了之后往下，顺着阴脉往下开啊。啊，这个肘子贴上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走了。嗯，到了内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左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换手啊，用左手拍右手，左右交替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关，五六七八，上走，好的，坚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上关，开到肩啊，肩鱼，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进行，二三四五六七八，进椎，六七八，云门中府，把胳膊扬起来，敲极拳啊，这句重要部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抓啊，抓啊，抓这个弹师啊，抓这个结节，帮助他消失，帮助他快速消失，运动起来啊，代谢走 ，OK。好，完了往里头开，肘窝，下车，内关，肘腕。好，这胳膊敲打的运动，从手指头到手心到手掌，八斜到虎口，敲打完了这开机，击打完之后呢，这个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动作，这叫鸳鸯把啊，这叫鸳鸯把。你要是这样抓是没劲儿的啊，来回抓。用下的还好点，尤其用上是用不上力的，想用上力，一个是阴，一个是阳啊。这个呢，练武人都知道，用那个枪都得是阴。如果两个人拿着那枪不好用，所以说所有这阴阳把力量是合的啊，这么做啊，现在就往前做吧，抓一抓一收一抓，出去的是放开，回来再收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翻过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翻过来，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阴阳法做完等于收身上下都是动物，你这一运动是中部运动，带地头啊跟脚啊都是运动的啊，这就完了，最后还有一个甩手啊，这个甩手呢就是把这气虚气血要甩开了啊，把这个一切一切的该甩出去的出去，该抓回来抓回来，这个不要光甩啊！为什么有的时候练功夫，教给学生练功，一定只是来回的，来回都要有功。你要光去有功，回来没功，耽误一半的时间，得多操一半的时间。怎么叫来的？回来时候也要练，回来是什么？是抓啊！用这手十个手指头，俩放一块儿，滴了，就跟抓切糕一样，往外拿着切糕一样，往外抓，黏黏黏黏的往外抓。抓完了之后，这不是肯定选的那个功拳吗？啊，抓完之后去的时候是甩，也就是说来的时候运动，去的时候运动，开汽车讲就来回事儿了
放空车可能耽误事儿，这个时间快了，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甩手就完了。从这儿甩手就应该说是颈肩部运动结束。可是呢，一般的这刚甩完这气血还流通着呢，你要突然间就结束了，就感觉到就是没完一样，这动作就完了。下边呢，这个手是热的，这个热度呢，别把它白白的消耗掉了，搓热了，用它呢护眼啊，护眼，像底下有眼袋的呀。肝肾不足里头有水肿的，这个效果特别好，捂完之后捋捋的啊，这叫抗双经啊，道教有这个功法叫抗双经。好，以前呢还有叫肝洗头，现在这教大伙用的肝洗头就去掉了，因为现在大家家里头洗澡啊，淋浴都非常方便，湿洗就够了，就不用肝洗了。以前是家里没有淋浴的条件，天天就搓着脑袋干洗头，活跃头皮组织，刺激这个脑神经什么的。现在呢，天天洗澡洗浴就无所谓了，就直接用这个弄完双经以后呢，用这个手还是搓热了，用这个食指啊，用啊 ，sorry， 用这个中指迎香鼻沟这个地方搓到啊眼的印堂这个地方，就这么搓，慢慢的不要使劲啊，慢慢搓啊，搓热了就行 ，OK。上下这么搓，搓几组都没关系啊，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以大小为一组或三组四组都行。搓完了之后，这个我们扎针咳嗽呀，有发烧啊，有这个肺病的，这针都是必用的啊。还有这个脸部偏瘫的，这都是必用的针。下面搓完这个呢，底下这个地方啊，用两个手捻也行。如果两个手捻的不舒服呢，用一个手捻也行。这里可以两个疙瘩，像我们说小孩扁桃体发炎了，像这个是腮腺炎，包括老年人因为年龄大的肌肉松弛了，这两块肉呢，实际上这两块就松弛了就往下坠。你站着坐着它是往下坠，当你躺下的时候它也是往下坠，它就 堵到你这个呼吸道了，所以说就出现打鼾的现象。因为什么？它松弛了，捻捻这个，捻完之后往上搓搓。凡一般的病人要有打鼾的，来特殊让治疗打鼾的，一般扎针两到三次，一次有效，扎三次就可以结束，效果就更好啊。就说这个现在呢，就大伙儿捻捻它，就跟扎针一样了，对吧？捻捻完之后，最后往上捋啊，把底下那个，尤其中老年人这个赘肉痰湿多的肉回的，往上捋一捋它啊，帮助这个脸部的提升了。好。捋上完之后呢，几下都没关系。最后呢，要捻这两个耳朵，一定要捋啊，把两个耳轮、耳廓里头的耳朵一定要天天的捻这耳朵。这捻耳朵呀，就跟我们做足底的是一样的啊。足底的现在这个穴位呢，也是包括全身内脏的穴位。耳通呢也有耳针，耳针也是包括我们浑身的穴位。也就是说，你捻捻耳朵就起到我们周身按摩的作用啊，自己捻捻。捻了完之后呢，这两个手也是把它搓热了，堵住两个耳朵啊，往里头摁。摁完了之后，突然间用力往外拔。啊，摁完了感觉到耳朵堵上了，就跟在水里有压力一样。再拔，这个方法叫拔耳风。拔耳风不光通耳，它是通七窍，我们七窍在里头是通的啊，鼻、眼、目、鼻、头、耳。一拔这个。七窍里头空了，里头气就空了，这就是道教养生里的其中一个方法。OK， 啊，拔几下都没关系，自己掌握就可以了。这阵呢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休息了。愿意呢，感觉到意犹未尽的，再做个收拾的动作，抱起来个球啊，就是怨灵的感觉，天地之灵气，宇宙之能量啊，自己啊抱起来，把那热能输入到自己的体内，好，顺着这个。这股热能顺着自己的胸腔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好，到底丹田，自己从腿慢慢往下行，从涌泉灌到体内，做三组就可以了，这个人就收工了。这跟咱
那个内功调息法里头有这个，参照那个做就行，那个讲的非常清晰啊，这个气从上往下贯穿，通过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通过自己的阴脉阳脉，自己慢慢慢慢的就通过他自己的气机贯穿了啊，走三遍。完了，顺着两边，顺着两边感觉往下走，这就是慢慢的从开始做到完，从开始做就进入到角色当中，气息活跃，通过思维，通过吐纳，通过运动，运动完了最后再收拾，浑身是非常轻盈，非常放松的，暖暖融融，非常好。等于是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静步运动的结束。今天跟上次讲的是两个，差不多这两天呢是一期静肩部运动。啊，第一天呢是顺昌老师主持的，那个是内功调气法，现在把它定为新冠这个后遗症的调气的方法，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呢，配合了几个食疗方，头一期那个王老师已经做完了，咱这个呢，就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个运动呢，都有视频啊，做出来小片儿，完了大伙看一看。包括今天这个运动呢，本来这个咱完了这禅修班呢。我想跟上次一样，咱带了一个美容专门祛斑的一个女同志美容祛斑活血的一个粥的配方。完之后呢，这回咱去呢，等于是定的星级宾馆，级别太高了。上一次咱那儿都是自己的朋友，可以熬粥啊，可以用什么，到这儿就不能打扰人家。所以说这个粥呢，到这儿熬不了。我把那配方写出来了，强行整理完了，回来发给大家，咱自己回家熬。按这配方是专门美容祛斑的啊，这个方子呢是我根据我们家祖传的一个方子专门去脸上的黄褐斑蝴蝶斑。最主要的就是说女孩妇女怀孕以后，在中国经常有，在这西方国家我没看见过，很少。怀孕以后脸上出一个大蝴蝶斑，就是气血的问题啊，营养不够，气血运行不够，这出现了那个蝴蝶斑，就那个斑。生完孩子以后，在哺乳、在喂奶，很长时间消不掉。我爸爸呢，就给人这个方子吃完了，很快就斑就下去。所以说，我是根据那个祛斑的那个原方，拿它引申出来，用咱的这个五谷来代替它，把药性对应好，包括气血活跃，包括祛斑。尝完以后，包括别的朋友喝，感觉到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方子呢，祛斑方在国外用不上，国外人这个脸上非常白净，他愿意长点那个咱中国说叫雀斑呢，外国人视它为美，不对。所以说这个斑只有在中国能用，这个方子呢发到这儿，国内的要有祛斑的同志用的中药的方子也行，用这个食疗的方子也行，好吧？那今天咱就可以了吧？行，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了啊，谢谢你啊，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非常好。下面呢，我由我们来聊吧，我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聊，刚才一直都记在纸上。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法国的一个注册的中医师，与大家也都是在禅修班上认识的，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感觉禅修班上的点点滴滴呢，都美好的时光都重现在眼前。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练功的精神都比较专注，然后都让我们凝结在一起，所以一碰到于老师这种就是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吧，就没有架子，就感觉练功很舒服，因为大家就没有那种拘束感了，所以这个是我最基础就是最想说的一点。而且我就比较感谢于老师，就是他会很平心的跟你去讲很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老师的架子，我非常喜欢这一点。对，我刚才看到那个于老师然后讲的这些个这个肩部那功法，然后按摩这个功法，觉得特别那个什么。这就是其实在禅修班我们后边给我们扎针灸的那些穴位其实都在里边了，那只是就是把那个针替代了用手，徒手健身法，让一些就是说不会用针的自我保健的一个方法。然后就像这个
这个手指尖啊，这个就是董穴的那个三叉三，然后这个是宛顺穴，它都是那种董氏奇穴里面的那个穴位，然后这个山神穴都治老年病啊什么的，看了之后太熟悉了。是短短的20分钟就融合了太极，融合了中医，融合了所有的东西，还有就很全面啊。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的话也是照着老师上次禅修班里面给我扎那针灸。然后也是一直也是没事没事的话就自己扎，然后这些穴位可以其实不用针的话也环保，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按摩动作也特别好。我就觉得这点我特别想说什么呀，我觉得外国人真是不幸运，不由中国人幸运。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从小就是哈就习惯了拍拍打打哈，如果跟老一辈人一起长大了，我是跟我的姥姥一起长大了，他就很注重每天就是在公园里拍呀拍呀拍呀，全身气血就是通的。你一到欧洲来，一到外国人，你拍他一下，他就说你干嘛，然后就是那种很觉得你把我弄疼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是在给他疏通气血。所以这点外国人真的是不懂。我每天在给人看病，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回家多拍一拍，我说疼你要拍，我说这个疼是为了你更好的气血的循环。所以这点中国人就是真的很幸运，我们有了这个基础的这种观念，就是说这样是活通疏活气血，很舒服。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他们觉得你干嘛，你疼吗？我疼了。其实呢他不通，他身体不通。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上次我还提到那个刚才老师讲的那个补血养养血那个美容羹，其实我那个十月份的时候，我就是去于老师那儿，于老师亲自给我熬的那个粥，特别幸运。那时候我正好就是那个长新冠那个咳嗽，然后一直影响家里人的休息，然后就是自己弄半天也弄不了了。结果于老师说你过来吧，然后到那个于老师比利时那诊所去了一趟，然后当时候于老师张老师啊，把我照顾的就像那个在高级的疗养院一样。那个张老师每天给我号脉，然后给我配药，每天都是新的那药方出来。然后于老师，哎呀，每天给我扎针灸，早上10点，然后吃完养生粥就扎针灸，吃完就扎，来扎完了继续吃，就是每天都是那不挂不挂。于老师就天天的，就是做各种的美食给我，然后。哎呀，就觉得特别享受。老师做的粥真的好喝。上次去禅修班的时候，那早上起来我们练功很早很早，是几点我忘了，但是七点多起来给我们熬粥，而且那粥特别好喝。我回家再试了试，熬不出来那个效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里边有功法。不是，里面有爱，里面有爱在里面的，有功法，而且是真正的爱。那我们尝到了爱的味道。对了，没有爱在里面，你怎么功法都不管用。对，然后就回来以后就感觉不累，因为当时也是工作很多，然后只去了几天，回来以后就觉得精神抖擞，那几个礼拜都感觉精神特别好，可能是里边有爱。对啊，最主要是爱，爱的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呀，只要是有爱，家庭也是一样，只要有爱，你什么都通了。对，那水的秘密里边都已经写着了，你发出的这个心念跟你做出来的食物，它是一样的。对，然后在那边做，又做食疗，然后又做药疗，然后老师那个气针的那针灸，哎呀，扎完之后12小时都还是在发热的那个状态。气针，我喜欢这俩字儿，气针，因为平常我们扎针我是不气针，我就是没那么大的气，我就针一下就行了。于老师用的是他自己的功法加他的那个针法，是吧？对，这于老师那个名字叫爱气针，爱。第一，然后是气，然后是针。对，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他有气也不管用。所以说，有爱再加气，再加那个针，你什么病都给你治好了。所以说又叫神针嘛，神针，神针的神在哪里？神都在神在爱上。所有的宗教，不管是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所有的教都只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爱。谢谢橙子啊，刚才你提这个，我想说，本来说我想休息一会儿。说是气针，说是爱针，我们家呢从小学的时候家里头是有口诀的，这种针法叫医患一体。什么叫医患一体？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思维，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爱，那病人来了你不照顾他吗？每一个病人是年长的，我尊敬他的时候就是唯一一个信念，
他就是我的长辈，因为我最思念我妈妈。就那天咱禅修班的时候，我说想起妈妈来，我就说不出去了。我特别思念我妈妈。刚到英国的时候，后来到比利时，年龄大的就少，英国年龄大的多。哎呀，看见那个老太太们那么和蔼可亲，她那么理解你，就那种母爱给你，你就拿她当妈妈的，这里头就产生了爱。当我们扎针的时候，我们要调这个针，把我们的心跳跟病人的心跳，把我们的呼吸跟病人的呼吸调到一个频率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针失针数了，他在接受你的针数，两个人是同频的。我们每一个病人高层阶段就跟打拳一样，都是这个上层那个气息阶段，包括现在我扎针就是熏香，我扎针就是电工，每一次扎针都配合我的呼吸，身体的鼓荡开合跟病人的呼吸是一致的，病人都好。所以说刚才说了，医患一体，这是我们家的主角。刚才说的说这叫爱，这叫气，结合到一块儿，真的学会了，功夫练好了，病人的病非常好治。好吧，我就想起来说这么两句，谢谢程的。程云，要不然再给我们放一下禅修班的那个视频嘛？因为说起家人，当时那一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尤其是当时那个执行主席杨德强做的那个视频也真好，当时一看他那个小飞机一飞起来，太棒了，太壮观了。OK， 挺好。你们那边下雪了没？当时我们去禅修班的时候，是程老师全程的陪同，照顾的也是特别周到。现在我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外面啊，好，看一下，我们在法国南部没有雪啊，这都能打雪仗了。对啊，现在下了有十厘米吧，十厘米深。哎，那我们的哈茨山怎么样？哈茨山那边的是不是特别的好看啊？李斌，那就是呀，哈茨山特别好看。当时那个小溪，哎呦，我就想起来那流水真的是天然的，就是很 zen 的那种感觉。现在有雪会不会就在那个小溪上面浮着还是怎么样？小溪还在流动吗？没有结冰吧？没有，小溪不结冰，它是温泉啊，它自然的温泉。嗯，对，我们还泡了温泉在你们那边。哎，你们那边真的是真好，什么都有。你们来了就人杰地灵了，你们不来，人杰不来，我们这个地就不灵了。对，关键是我们学功夫完了以后还被照顾的这么好，就感觉像去度假了一样。对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果没有这个于老师这个仙来，我们这个地方也不会灵啊。所以叫人杰地灵。所以说这个大师来到这里以后，你看这个以前这个谁，那个奥托皇帝在这里啊，奥托一世、奥托二世就是欧洲的最早的皇帝，都在这里，包括歌德也在这里修行。写了个《浮士德》。D'avoir été aussi joyeuse et heureuse depuis longtemps sont très vite devenus des visages familiers, comme s'ils avaient toujours été. 啊，
棒了，太短了，觉得都没看到所有的场景，但是看见了很多熟悉的场景，就觉得特别好。但是每一次看到我是一个男子汉，我们要求是从来是流血不流泪，但是我这么多年20多年了，第一次，每一次看到就两眼含泪啊，又是笑，说不出来，又是泪。对，虽然短短的就一分钟的片子，但是真的形容不出来当时的点点滴滴，看起来真的是也是很壮观。当时，但是跟现场去体验，那就是它很不一样，因为毕竟大家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也小一周的时间，然后从早到晚，从7点我说我们开始练功，一直到晚上，有时候于老师还要扎针给扎到12点，那次到了12点多，所以真的就是从早到晚我们大家都是串在一起的，一直在一起。刚才看了那片子，我也是就是特别的激动，就是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这个别哭，我这里有纸给你擦擦眼泪。程老师太逗了，每一次就是说这个禅修班其实已经过去4个月了，但是呢就是你每一次想到哎呀和这些家人们在一起相处的这些美好时光，心里都是特别特别的温暖。然后呢我真的现在其实特别想念我这些可亲可爱的家人们。比如说我们的庄老师，他每一天他就是不顾劳累，然后呢给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就是挨个的去号脉呀，然后呢诊断，然后给我们一些就是药方啊，或者说一些食疗的建议。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黄老师，他每天呢都是忙里忙外的，给我们安排各种这个特别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呀还有修行的活动。还有杨老师，他每天早晨呢都得起很早，然后呢布置现场，就是布置灯光啊，然后准备一些调试机器啊，然后给我们去录像啊拍照啊，然后呢帮助我们把这个禅修班的整一个美好的瞬间帮我们就是记录下来。那刚才那片子就是杨老师拍的，我觉得特别真的特别特别激动，看不够，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觉得太短了。太短了。然后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还要吃羊肉串的时候，为了买更好的羊肉，他们还开车开到1个小时去的地方。对，他们往返80公里，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买到一些新鲜的羊肉，新鲜的这些食材，跑了很多超市，我还记得。很难得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在法国这边华人也多，但是说真正的中国人，而且又是因为一个目的去练功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很难得。这边也有比如学校你是为了学习而来，但是这里面就不一样，大家因为是从各个行业里都是一起来以用练功的目的而来，而不是说我只是想学练功然后去用，真的是就是大家非常丰富哈，大家能够把这个7天的这个禅修班能够演练的特别丰富。然后我们当时还有表演节目，晚上也很好玩，然后还有小孩子，其实小孩子也可以来，对不对？因为你女儿比较大嘛，当时还有还有波波还有帅帅，他们的年龄比较小，但是也都跟我们爬山一起爬的都很好。是，对的，我到现在其实内心里面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现在那天我看到燕子老师，我们俩还说呢，现在过去一眨眼5个月过去了，但真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真的就像做了一场梦回来。然后呢我今天想说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次就是想特别真诚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说一说心里话。因为呢我其实之前一直认为，就是比方说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情，或者是尊老爱幼，或者是比方说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默默的去帮助他，这是一个个人修为的问题。比方说你自己要，你对你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不想着去给别人说。但是这次通过禅修班大家的影响，尤其是于老师的影响以后，那我就特别想分享一些东西出来。因为我的成长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人就是有意或者无意的或者是默默的一些帮助，或者可能是他曾经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就是很刻意的给我一个比方说我做的不好的事情，他会直接指出来。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今天我能让他帮助到一个人，或是哪怕一句话对大家有启发，我就觉得今天我的分享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的年纪也是非常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现在想想之前我10年前的自己真的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就是成天非常浮躁啊，去看长辈也是穿很高很高的高跟鞋，然后也不注意场合，
然后我叔叔伯伯他们看到了说，哎呦小妮子你别动了，你坐在这里你怎么老晃啊，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就特别浮躁啊，然后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结尾，就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能变成这样真的是多亏了大家当时的提点或者是教导啊。然后呢我再说说为什么于老师这次对我的启发特别大，是因为我之前出国之前我有一个也不能说是老师吧，因为当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缘分，然后呢当时他对我的帮助就特别大，然后当时他看到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没有师徒相称，但是呢他就是说，他说来你搬凳子过来，然后呢我跟你说什么东西重要你记，你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就是非常直接，我现在都想不明白这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呢后来我出国了以后，就是每一次他跟我说的话，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开出一朵花来，就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甚至我还笑话他，我说你成天让我悟，你自己悟出一个啤酒肚来，然后我还打趣的这样说他，因为他其实是我一个同胞叔叔，没有因为我当时的年轻或者是不懂事停止对我的指导。也是不幸，就是在我上一次疫情之前回国的时候呢，他就去世了，因为他脑溢血就不小心去世了。我是到后来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才意识到他对我的成长的帮助，真的是这样。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我就特别感动，我好想拨过去电话给他说一声谢谢，可是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次呢我遇到于老师了以后，我就想了很多事情，因为这次真的像梦一样不真实。我再想想我这个叔叔，我就是尤其是这种就是我无法解释的机遇啊，或者是缘分的，真的是充满了敬畏和尊重和感恩的心。我再说说这一次我为什么去禅修班吧，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工作还挺忙的嘛，再加上就是疫情来了以后，虽然我也感兴趣中医的事情，也感兴趣很多东西，其实我在网上报了很多班，就是网上线上班，浪费了很多钱，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其实你发现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学习，再加上是课上的话，那个时间虽然说 OK 你可以随时有时间随时上，说真的大家真的有那个自制力吗？反正我感觉80%-90%我其实是买了一堆焦虑回来，真的是这样。但是到现在很多课就买回来了也还没看呢，所以就是后来呢我也就不着急了，就心态也练出来了，哎，反正对自己也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其实把家里管好，孩子管好，还有公司管好，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为什么要把自己活那么累，我就真的就不想再去就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哦，就是一下轻松了很多，也可能是这个时候我把自己舒展开来了以后，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看到我们那个禅修班的帖子了。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其实是通过王老师，王胜川老师看到的。嗯，啊，对，我就看到王老师发的那个你的帖子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戳我的到底是哪一点呢？但是我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心去呢？是因为当时我就看我读那帖子嘛，读完了以后，哎，就特别戳我一点，就是他说，哎，我们这个禅修班结束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师徒关系是一辈子的关系。我说这个厉害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也快40多岁50多岁对不对，我们都是有一些人生阅历或者是生活经验的人，你说一辈子的关系，你说真的就是我们平时该经历的事情也经历的差不多了，也被人伤害过，也伤害过人，所以你其实你自己的一个心态你其实沉淀的差不多了，能提出来这几个字的人了不起。我说首先呢他是有生活智慧的，他有这个魄力和勇气敢这样说，我不行，我说我必须去会一会。你是抱着一个非常好奇并且觉得就觉得一辈子，我还是蛮，其实内心里面我更多的是尊重和敬畏，我觉得能提出这样想法很了不起。然后刚好呢我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直在寻找，只是说没有像之前寻找的那么迫切，所以我就说就是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说不定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缘分，对吧。然后呢我就带着家里就去了啊，老的小的就去了。你是带着你老公和你的儿子一起去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玩的也挺好的，我看他当时也挺开心。对，那玩的当然很好的。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我今天想重点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时间宝贵，我们挑重点讲。其实前我对于老师的了解真的不多，其实说来真的是惭愧，因为毕竟我报那么多班其实真的时间特有限，
也没上过多少，然后呢白天聚焦在工作上面，真拿不出那么多时间来。但是我这次就是去见了于老师了以后，跟就是这种高密度的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我还是蛮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说先第一天嘛，第一天去了以后呢，首先呢就是于老师我就斗胆的说了，说没关系，于老师好，因为燕子姐姐来了。我在波尔多酒庄，今天中午人家庄主搞了一个私人午宴，我偷偷跑出来两分钟，跟你们打个招呼。对，我在法国，我在波尔多。好好，一会儿你跟我们讲几句啊，好不好？你先讲。那行吧，那我就简单说几句。我就是非常幸运，就是于老师当时选了我们武馆那个地方，我作为接待，我特别的荣幸。因为就是。这么多年在德国吧，也见了很多大师师傅，但是就是于老师给我的感受是，他有大师级的这个水，就是水平、内涵、功夫，这都不用说了。但是呢，他没有很多大师的傲气，特别的平易近人。我第一眼进去，我就发现啊，怎么那么的。就和蔼可亲，就是那么的想跟他去学点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能参加这个培训班，能跟你们一起去学习，能跟于老师学东西，我觉得是2022年老天爷给我的最好的一个礼物，特别特别的开心。那几天，不光是从。就是他的课程嘛，也不光是说就是身体的健康、身心的健康、情绪的健康、气息的调理，所有的包括你的饮食健康，它是一系列的，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动作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培训班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就结束了，是终身制的，就是你平常如果遇到任何问题你还可以去请教，你还可以去问。这个我想是任何一个培训班它都做不出来这样的终身定制版的。所以很荣幸，我今天在一个就是波尔多酒庄享受他们的私人定制午餐。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餐只能吃一次，也可能有第二次，也可能有第三次，但是绝对不会是终身制的。你跟着于老师是终身制的，都喜欢终身制，光吃的健康，练的健康，然后你的身心都是健康，而且是愉悦的，而且就是整个大家庭的气氛。它不是一个培训班结束了以后就大家像亲人一样。我到法国，哇，傅瑜见到我激动的真的，那真的是就见到亲人一样，那种感觉太温馨了。所以这就是培训班的魅力，也是于老师给我们就是传承的这个武术应该有的这个精神。就是五湖四海应该就是一家人，所以就是跟着于老师呢，不光学功夫，不光学健康，还教你怎么做人。所以我就任务本来就特别好，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开心。就是这个灵魂契合的这种老师很难找着，就是他能设身处地的去为你为你的现在，为你的将来去做很多铺垫，很多准备，很多工作，影响你的不只是现在，是你的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就是一个大师该有的风范。特别佩服，也特别开心，也特别幸运，能参加这次培训班。我时间有限，我就不耽误大家了。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享受你的阳光吧，我看阳光太阳挺好的外边。啊，今天天气特别的好，你好好享受。好，再见再见。好，第一我必须说，要不然我说这个禅修班，因为当时我是跟我的母亲一起去的，所以我的母亲呢，她就对于这个行程来讲，她安排的特别好。在哪儿呢？就不是完全不是说过去就跟团一样的去旅游，因为我们当时也游玩了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项目，但是就是不累，就感觉上午练练功，然后下午游玩，就感觉很舒服，就各种年龄段都可以，从老人到小孩，你练不练功你也可以跟着家属一起过来玩。所以就是整个就安排的就特别的圆满，就感觉非常的完整，就是
把各种不同需求的人的基本上都照顾到了吧，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当时回了很两四周三四周以后，我都感觉精神都非常的足，就感觉上那边去养了很多的元气回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说，因为于老师的功法他很多，所以他呢无论是武术啊还有太极拳之类的，又碰见了程老师和燕子姐两个人，又都是一个是原来在少林寺非常也是修行了很多年，然后燕子也是武术的冠军，就那种武器你知道吧，不是那个 weapon 那个武器，就是武德呀武器就很足，因为他们练武的人就感觉很仗义那种，所以就感觉特别的怎么说呢，实在吧。我也是北方人，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实在的那种人，所以他们跟他们交流起来很流利很方便，然后就感觉是跟家人在交流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因为大家各个行业都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练武的人，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气感，因为当时哈慈山的气感也非常强，在那边基本上练完以后元气补得特别足，所以一直撑了好几个星期等我回到法国来，然后在家里再继续修炼的时候也感觉就是感觉是有元气在，就是一直在滋养着身体。所以这个无论是我们从禅修班回来还是要练功，然后于老师还老师每个星期基本上都会带着大家去练功，所以就是就像大家说的终身制，就感觉不会让大家自己去哎说练完功哎学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没有，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个群里有问题就问，然后于老师会一直指导，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啊。刚才那个溥瑜还没说完呢，让你把话说完吧。行好，那我接着说了，因为我前两天刚和燕子老师见过面嘛，所以真的还是很激动。我现在和我思绪拉回到哈兹山，我就说一下当时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吧，就是我们那个旅馆选的特别好，因为当时他是进不了车的嘛，车就得停到外面，所以每天呢我们大概步行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穿过树林，穿过流水，穿过小桥，就那种特别好。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在城里面感觉压力特别大，各种焦虑各种紧张，对吧，然后你就随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进去，就像那些东西一点一点就被卸下来，一直就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到了以后那天晚上呢，就大家提着大熊，然后于老师就非常高兴的出来迎接大家。然后我当时对于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应该是年纪不小，但是呢就是那种从内而外透出来那种年轻态，就是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呢你能感受到，哎，这不就是我想要那个状态吗？是不是？我说我太想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能支撑这种气感的这种状态，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它能练成，它是需要持续的一个精进，经年累月的一个精进，包括就它就说明很多东西，对吧，自控力、坚持力、持续力，包括他那个方法的准确，就是所有东西全部概括了，就是他站在那里哪怕不说话，你一下能感受到所有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进去就是开始大家就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注意到就于老师特别特别就是老师特别真诚，他拿了自己泡了好多年的药酒，就是一会又切西瓜，一会又给大家分月饼，因为8月15刚过去嘛，然后大家又就是在那里热心的介绍，而且每天早上，反正于老师肯定是第一个在院子里面等我们练功的人，就是一天都不落下，包括晚上也是，就是大家其实白天那么累了，然后老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跟他真法，每天晚上一个人就工作到11点钟，一天晚上两三个人这样排下来，我都觉得就光这个热心就是足以让人感动。特别理解你说的、对，因为我们真的就是都没有见过面的人，而且就像说的那个食疗粥，你光想一下在国外中超里面，你说你进个中超能把1、2种痘痘找齐了都已经不容易了，还有11种痘痘在一起，我都想象不到那个。我就觉得你看啊，咱们这个年龄其实都差不多，在国外都不是那种像大小姐一样在国外的生活，一般都是自己把事业给撑起来，然后又要养孩子哈，然后有父母的还要照顾父母，就感觉就比较累，就是说跟国内的状态比起来就比较累，内心啊，然后你就感觉去了禅修班，然后你就可以哎就把两手一放，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像爸爸一样照顾你，一堆人去照顾你，然后从早然后就开始照顾到晚。然后就当时我去那几天就是度假，你知道吧，就感觉特别舒服。
我吃那个食疗中就十一种食材得跑好多那个中超吧，而且从比利时还扛到了德国，而且每天早上还要起很早把它熬好。我真的我觉得我就我爸爸能这样做，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在我此生里面找不到第二个人这样给我熬这个粥了，真的我当时特别感动的。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容易就是那种相信人的人，也不是一个容易就是追随潮流盲目的去崇拜或者是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的人。但是呢我特别谨慎，我能感受到我从他的一点一滴慢慢慢慢的你建立这个信心，包括对老师的一个怎么讲呢，也不能说看法，因为那个反正就是感受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老师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肯定是自己内心的发现，他并不是因为我们，他是内心有这样的自驱力，他首先自己已经就是做了很多的很多的准备工作，他想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而且只是我们碰巧遇上。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出来，然后呢很巧这个发心经过几经周折然后被我们接收到，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发心就去找老师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点，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第三天早上还是第四天早上的时候，因为老师的师傅当时就是在视频那边，我看到过老师那天早上他是怎么一个虔诚的状态去对待自己的师傅，包括每天在我们那个程老师就是教室里面怎么去那个用心对待自己的信仰那种虔诚，包括认真真诚，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是为了让我们高兴来做出来，肯定是通过自己内心自发发出来的。然后我们的是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福报还是蛮大的。我觉得这次我都能去，因为我们虽然进门比较晚啊，不像他们从小就练功，但是我们还是也可以变成这样的啊，不要灰心。这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当时对老师的理解。我相信这样的老师，他的东西肯定是大气的，就像他的为人一样都是那么大气的，然后这是我想追寻的东西，对吧？因为现在就像刚才燕子老师说，大师太多了，对不对？大师太多，尤其是现在短视频又那么流行，大家都想去拍一下短视频，然后呢又想着赶紧去把它变现，然后呢包括现在很多老师他做了很多的网课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宣传的方法，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是呢就是通过我这两三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可能这个方法对我不太适用。而且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一定要见面，因为你只有见面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他周围散发出来那种气场，见面和不见面真的不一样。对，这一句话我想插一句，那个傅宇说的太好了，因为我是搞这个专业的已经是差不多50年了吧，48年了。搞什么专业？太极啊，气功啊，禅修啊，就是48年了。我从小开始练习，今年已经53岁，从5岁就开始。刚才傅宇说的太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外边的，我就给所有的学生讲，我说看一个老师，你不要在网上去看，就像看一个美女一样，你别在网上去看，可能做过修饰，可能做过这个什么美颜，对不对？你见面以后，第一个你看到他的真实面貌，尤其能看到他那个真正的为人，尤其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你和他吃住都在一起，你一看都看出他那个德行。太多太，尤其是我们这一行，就是搞太极啊、气功啊、武术啊，吹牛的占80%-90%。那个有些人不吹牛，但是他那个虚伪的道德也得占到80%-89%吧，虚伪那种。但是真正那个大师，100里挑一，也可以说千里挑一，有德行，又有真本事，又不吹牛，又平易近人，可以说万里挑一，因为。我们从小要见的太多了，我去过30多国家，遇到的都是这行业的高手，就是顶级的高手。能让我佩服的，能让我给他磕头的不可能。但是于老师我磕头了，知道吧？我以为跪下，那种就是五体投地。能教我跪下的拿着刀，黑社会拿着刀砍我，我也不会跪下。但是真正让你跪下的是你那种德行。就像对佛祖一样，我信佛，我跪佛祖，我跪父母，然后就跪真正的师父。所以说那个傅宇说的太对了，要真人真神，千万别被骗，因为人生很短，钱没了无所谓，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时间没了回不来。嗯，所以说你们太幸运了呀，你们第一次练功就遇到好老师，你们第一次练功就钱没白花，时间也没浪费。我们也学到真功了。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是第一次了，我们走过弯路，都走过弯路的。还有就是那个谁呀、虽然你们进门比较晚，但是你遇到好老师你可能比我们都快。因为什么？你没有走弯路，我们身上还带有那种邪气，没有那个完全的正气，还有一些邪气在里面，所以我们的还改邪归正。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大家每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就是说咱们在修行这里边，不是说像圣经上面让你说一你就去做一，然后让你说二你就去做二，佛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让你去悟，所以说大家本来底子是不一样的。其实现在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教你去悟，而不是说教你去怎么样去过你的生活，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轨迹，只不过要大家要体会到中间这个悟，所以说没有早和晚。你如果你开了窍以后，你经常练功，经常打坐，经常无论是什么宗教啊，然后你都会悟出来生活的一些东西，其实是这个帮助到我们个人，而不是说是不是我说的晚，不是说大家都要到一个那个 level， 就是一个水平。那我们什么时候也赶不上你们这种从小练功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就是能给自己最大的收获，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性功套自五命功药师传，所以我们找到了真师就可以又修命又修性。对，然后就是老师他是一个立体的，他一定你要去到现场去看到他，你立体的去感受他，他不是说对你这样，对其他的人这样，不，他是在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各个细节都是这样子的，而只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可能在这个时间阶上的一个截面，但是呢你一定是全方位的看到他真的就是这么真诚，真的就是这么有信仰，值得追随的啊。反正我对内心里面我对老师肯定是佩服的，因为这也是我想首先看的东西啊。当然于老师的话我不能这样讲话，因为于老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从那个七天的短暂的交流了以后，每天我们练的东西真的我现在用几个字概括，就是触及根本。然后因为老师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在短短的期限里面告诉我们那么多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呢具体是什么东西呢，我等一下呢我想通过就是这几个月来练习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感受来给大家说啊。我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啊，当然我真的不是一个盲从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也不是说别人说好就说好的人，我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但是呢就是这次通过于老师，我真的我挺佩服的，他不是武功高强，而且呢就是理论知识特别扎实。就像老师每次他锻炼的时候都说，你不要说那些虚的，就比方说我们去打坐，你比方说你就坐在那里，你说不出来所以然来，那种东西没有办法去一个量化，去没有办法去评判。但是老师说不，这是不对的。就像有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我们要达成哪一个效果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说清楚，然后他自己那天晚上做了好几个小时去感受那个结果在哪里，然后尽量把它去量化。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能很能说明问题了。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想说的是那个就是这几个月来我自己练功的一个感受吧啊，因为刚好差不多就是100多天，也就是百日筑基嘛，刚刚差不多结束。你看刚才我们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说那么这只是还在门外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教给我们，首先我们要遇到一个好老师，然后老师也愿意教，然后呢这个还是在门外面。为什么？因为老师教了以后我们要去练，如果不练的话你就会吸收到了，也只是纸上谈兵。所以的话练是很重要的啊，就像老师说你就练，你不管开一个什么车你就练就行了，你可能开的好车你倒的快一点，你开的烂车你倒的慢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去练，没有什么捷径，必须要练。然后你看现在百日筑基结束了以后呢，我的感受在哪？第一个我先从身体方面，首先呢就是在我30几天的时候呢，我的妈妈手，就是之前其实我长期班去的时候，我当时我的妈妈手还是挺严重的，就当时这里特别疼，我就不能这样，已经不能这样去弯下来，特别疼。但是我练到30几天的时候呢，它就真的就自己消失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到中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例假差不多现在第5个月了，我的例假呢就真的有那种回春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生完小孩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
状态越来越不好，就是例假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其实还蛮焦急的。但是你说真的，你在国外想找一个好中医还挺难的，你就算找到好中医去配药也不容易，所以一直可能就拖着，就说哎，反正也没关系，但是内心里面还是蛮着急的。但是呢，就是我练到中期的时候，天哪，你能感受到身体的那些变化。当然就比方说你皮肤也变好了，就是这种真的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不值一提了。其实我最想说是我的那个肚子，我的肚子弓特别寒啊。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运动，比方说我运动两三个小时以后，我全身发热，全身出汗，但是我的肚子是凉的。然后后来呢，我找到好多老师也问不出来，然后在排成绩班的时候我就问于老师，于老师说好，你好好练，肚子会热回来的。当然现在我还要稳固一下这成果，但是我已经能多多少少能感觉到，哎，好像真的是能感受到那种热气了啊。然后呢，这个是我身体方面的变化。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调气的时候，我每次调气完现在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比方说你的十个手指尖，对不对，有那种触电的感觉，还有就是一点一点的这种感觉，慢慢慢慢状态就来了。包括中间你拔脊椎的时候，你拔到哪一端，哎，你身体好像哪一片哪一个部位就开始有那种发热啊。还有就是你排完气了以后，你调完气了以后，我肯定是会就是要么打嗝要么排气，反正这肯定是就像你打扫房间一样，你把自己的一天的那种打扫一下，把自己的身体打扫一下，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生活状态也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多少还是有点强迫自己每天去练功的，因为你看每天我们练功下来的话也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说真的白天根本挤不出时间，所以我原本都是晚上练。然后晚上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突然去改变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其实还不容易呢。然后刚开始多少是有点强迫自己在那运动，然后慢慢的老师说你不要去追功啊，你有时间就练，你心态要放平。然后真的就是这样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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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调理的时候，慢慢的你可能哎现在练成习惯了，你有一天可能试多了你可能不练，到第二天你立马就想把它练上来啊，这是心态上的变化。还有就是你像就是在公司方面的话，你像我们就是急救行业的话，有时候我们就特别焦躁，真的是特别焦躁，因为你不知道一个突然一个急救电话什么时候来，所以你搞得整个人就是真的是多少多多少少有那种很焦虑的感觉。而且我们一收到电话，也就是急救员一样，我们必须要到现场的，就是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必须要到现场，所以反正整个人就还是蛮焦虑的。再加上整个团队，我们差不多有十几个人，每天都是在全法国这样到处跑，所以你管理起来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不只是我焦躁，好像大家都挺焦躁。但是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哎，我的心态好像一点在变化，我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平静下来。就首先比方说遇到一个急事情，我不会像以前那么焦躁，我首先会让自己突然就冷静下来，冷静了以后立马就去分析它，哎，为什么这样，然后怎么样去处理，我不会花过多的精神呢或者是精力去做一些无谓的焦躁，不会了。就是我会客观的分析，然后立马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然后立马大家去执行它。包括我周围的人，包括我先生他们，哎，比方说他们焦躁的时候，他们很难再影响我自己的状态，没有那么容易再被他们那种焦躁带走了。甚至我有时候会，哎，一看到他们那么焦躁，我很非常安静的说几句话，他们好像哎也没有那么焦躁了。哦，这个状态非常神奇。还有一个就是，在花钱方面，我。我没有那么多想去逛街了，真的，我的物欲降得非常低。几何时，因为巴黎嘛，就是很多香水，你知道，尤其到打折的时候，那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打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会。然后，哎，我那一天我就是过年之前，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我说天哪，就光香水那么多瓶，其实都没用过，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真的，我现在真的不想去，不想去逛街，当然也是买一些就急需的东西，但是，哎，你一看到。你比方说你缺什么的时候，你会认真的想、就是。然后包括过年之前，我也给家里做了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断舍离吧。那突然你整个人一下子感觉哇，好轻松了。其实我们生活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嗯，就简简单单的，就真正真的吃喝拉撒，你用多少用不了多少。包括真的，我就觉得从就是身体，从心灵方面都是一个大的一个清理啊。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现在五个月我们的长修班都结束了，但是所有的都像真的像一场梦。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场不真实，我到现在都觉得不真实。但是什么是真实的？就是我面前的大家是真实的。还有哪里是真的？就是每周一的时候，真的于老师这点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每周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每周一晚上8:30到差不多11:00吧，其实我们计划没有那么快结束嘛，都是想着是一个小时就能结束了，然后大家基本上就是每周一晚上，你看真的是雷打不动，老师坐在那里跟大家一起代工去练，包括就是每一个动作要领啊，一点点去给大家指导。我很想想，我说凭什么呢？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可能会总是会自己问自己很多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缘分到了。什么叫缘分嘛？就是这样。我觉得对老师的时间人家也是时间，对我们的时间也是时间。老师这样手把手的，真的就是手把手的在带你，像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对吧？老师真的是他没有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了。因为我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然后真的就是一点一点手把手的带你，然后提出那么多有的没的问题，老师都是非常耐心的去讲解，然后我就想着哇，老师肯定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对不对？然后我呢只是顺着这个，可能这个发心真的是折射到我这里，然后我就顺着这条链子，就结果就连接上了，我就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很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分享，真是从各个方面都说到了。我们看到好像林杰医生他刚才在抢救病人，对，刚好遇到一个急诊病人，所以就没能及时上来，错过了于老师的那个演讲。没关系，有回放，有回放。听到大家的分享真的挺好，挺重要的，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我的话这次可以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锻炼了，所以现在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那个感想吧，就那个体会。就从上次参加过那个禅修班之后，那么因为我本人呢是学医的，然后日常工作里边接触到的病人的确是偏很多，就是等一下，因为我现在还在那个心跳中。我平时接触很多病人，就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不是说单单治病，而是要预防疾病。那么现在发现到一个趋势，就是现代人的体质哈，它其实在变虚弱，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就是大城市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变虚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那个比如说脊椎的疾病它年轻化了，我连那个小学生这种初中生都是有脊柱问题的也很多，然后呢关节骨骼啊什么的其实都有点脆弱化。那么比如说我有很年轻力壮的人，做点运动他就半月板出问题了，然后肌肉撕裂了，这个那个的，也不是做剧烈的啊，就你也挺稀奇的。那么我也有那种肌肉猛男，或者就这种年轻体壮的，逻辑上来说他们应该挺那个身强体壮的，这个年龄不在嘛，对吧？但他们比较体虚，比如说这是新冠，就那个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是有那个后期叫做长期新冠这种疲劳啦、虚啊，然后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各种就这种症状就出来了。那很多呢就开始感觉自己免疫系统什么，觉得动不动就那个生病，一生病就好久不走。这些情况都是遇到挺多的。那理论上来说年轻力壮的人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感觉是有个全体化就偏虚弱。那我们就研究这些问题嘛，怎么处理啊，治疗，因为我们讲究是最好是无副作用的治疗。那就去锻炼咯，该锻炼锻炼，该康复的康复，该扎针的扎针，该吃药的吃药。那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治疗要内外那个同时进行的，就是想要强身健体的话，它不只锻炼外边的锻炼，就经络骨骼这样子，它如果内部气血配不上的话，首先锻炼呢就容易伤到自己，第二呢就是效果不是很有效果。
那这个时候就正好那个参加这次于师兄的班，很就收获挺大的，就发现个宝藏一样的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于师兄他呢本身他是练功夫的，所以他懂得什么是气，什么是血。然后呢，他那个是作为医生的，他作为针灸内科医生，他就和他遇过很多的这种经验啊，几十年的经验，加上他家族传承下来的所有的经验，所以呢，他安排出来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一整套，功法，他的是内外。内有锻炼外体的，但是很重要的是锻炼内部的，就像傅宇说，他练觉得有那个热气啊等等不一样，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也有很多练太极的呀，他练完还是那个肌肉紧绷的，还是气虚，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的，练完之后也是出大汗的。那你说他练的不对吗？也不至于。但是呢，肯定是练的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次就是说，这次禅修班就了解到，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太极，你不要小看这个八段锦，你不要小看自己功夫，它虽然就是可能动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呢，你是需要知道它的秘诀的，就是说它什么时候要发力的。然后这个力，比如说我解剖来说，韧带要拉扯到什么地步，肌肉我应该是紧的松的，那么我整个动作循环下来，它要什么感觉？比如说它那些太极里边一些动作里面旋转和一些推手啊什么的，其实它这里边你要真把它做好，你需要知道一下它的秘诀。那这个就是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中国的很多家族的不传之秘，这些功夫的真正的那个秘密所在。那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那是几代几十代累积下来的知识，而且比如说这种中医它也是一生下来的经验体会，然后那个进行的知识传播，所以人家秘而不传是有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就很有幸这次那个，因为于师兄他于老师他愿意顶着就他家族的压力，这个外界的压力，他愿意开放教授这些内功心法啊，你怎么调内部的这个气，那么你怎么感觉它，你怎么去调，然后你怎么样子把你所谓的人的健康嘛，那气血循环经络通了才行，那你怎么把这个经络通，然后呢你把这个气血传达你要去的地方，营养真的需要营养的地方，那所以靠自己锻炼就能够强身健体，可以那个改善治疗预防疾病，那这样子你的确是不靠医不靠药，这是我们期望这所谓的上医治未病这样达到的那个真正的目的。那么这个你说这个心法内功心法怎么锻炼，这个是你自己不可能去研究也不可能去发现的哈，这不太可能。所以于老师他愿意那个公开传授，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他的好心好意。这个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强身健体，然后这次于老师他练的功法里面很多其实是他有动的功法和静的功法，静的功法呢它其实是可以养大脑的，调理大脑的。那么大脑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因为你人的情志和他的肉体是相互是非常亲密的，我们是大脑，具体上说从解剖上来说啊，从生理上来说，它直接控制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那个内分泌，你所有的那个新陈代谢。那么大脑你调好了，第一你在那个看得见的上面你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所以在练功的同时锻炼大脑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调整了身体，这是他治疗的那个这你能感觉到他的理论系统。第二呢，你调节大脑其实你调节的还有个是情志，
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五志七情六欲长期下来几乎是造成很多疾病的最大原因之一。很多人这个比如说很多的焦虑啦、抑郁啦、睡眠的问题啦等等等等等等都是跟大脑情志有关的。那么你如果能够加强大脑，我们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就是加上你的精神力了，那么的确你自己就变得很强了，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那么首先你能够抵抗外界的很多的刺激，你也比较的耐打耐摔的了，我这么说吧。所以这套方就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是很难得的，现在很多人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内在内气的调理也是真正的内在功夫是很重要的。那么非常难得的是就是于老师他呢是很真的愿意花心思去把这些非常难懂难理解有点非常的那个玄乎，就是你看不见他的，你不一定能感，就像感觉这种东西你怎么传授给别人，他愿意就是花心思花精力去把他知道他懂的东西以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大众的方式能够理解的方式那么传播出去，就教导你，不懂的话他也会尽量想各种办法让你懂，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练气功真的也需第一需要个老师，好老师，第二是能够那个进行那个交流的老师，那么然后能够跟同门师兄弟那个交流的啊，这些是很重要的。然后一个真心愿意投入的老师，这个太难得了，所以真的是得好老师真的是一生之幸，非常的那个幸运。谢谢林杰全面的分析和分享，确实是无论是作为西医还是中医，我们讲调神都是很重要，很多确实病人都是因为精神上的疾病才来看病，其实很多病就像林杰医生说的，自己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是可以通过练气功啊或者说做一些运动啊来预防的，不要等到说最后都懂得我没有时间去看病，病情已经肩膀都已经动不了了，那个时候呢当然必须要不然动手术，要不然就得要进行针灸之类的治疗，很多之前如果有一些比如说肩关节炎啊，通过刚才比如说老师教给我们那一套活动，每天活动一下就会有很大的缓解，然后也不会粘连啊。这个是程老师的学生吧？哦，安雅你好，当时安雅也在我们的禅修班，安雅还有你的猫都在那个禅修班对，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他们都是一起练武术，正气都很足。好，那我看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或者其他的学员想要分享呢？有一些在国内的老师也刚才问说希望于老师能在国内开禅修班，这个要跟于老师和他的团队再看一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就是在线上起码能够跟着老师一起练功，所以这个到时候让于老师在八个群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传播一下。其他的就是申全兴老师说追随于老师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名师难求，只得名师更难求，有缘遇见三生有幸，非常感谢。还有就是这次有回放，对，我们会把回放的连接发在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八个群里边，然后大家如果需要其他的信息呢也可以在群里边向我们咨询，然后会有相关的老师来回答关于禅修班的地点时间还有一些内容之类的，所以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在群里边举手发言都没关系，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呢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边说出来自己大家的想法，这都很好。那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就结束了，然后跟各位老师说再见。好，那好，再次感谢于老师，非常感谢于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讲解肩部的康复功法，下一期的内容可能定下来以后会在八个群里边再发出去，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拿到那个内容，然后我们会通知大家。好，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午或者晚间愉快，再见。